这不是憨憨吗？这不铁憨吗？这人就有啥牌出啥牌啊？那不憨死了？这都来把圆规人，打把鳄鱼。算是中等水平，扣一下，拉起呀，拉不起来，算了。不灭打一波，扣一下 ，A 阶拉起。我们省了一下一过来丢一下，这鳄鱼挺距离把控的，还是可以的。谁打野？他们蓝枪打野，不打了，回家了。正好我出个鞋。罢了，不出血了，我直接来这个吧。来个短剑，冰女儿我估计够呛吧，这凯也不帮我干开一波，对一下打不了一波，拉起，我已经看透你了，一下一波来一下，我操，出手挺快啊，这鳄鱼，这鳄鱼出手有点快，我正好打不了加收兵。啊，这应该是有眼。手上的任务是唯一重要的事。你在这里干嘛呀？出来了。中间打不溜，鳄鱼前期居然不压青钢影，我确实是没想到。他们就玩的上路，好像玩什么都猥琐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可以上 ，A 一击过来，没事换了也无所谓，可以换没关系。这波跟他换，我们血赚，他打下别人一个吃不着。虽然他有传送嘛。慈悲是一种我无法承担的奢侈。还打了他一个闪，走了，踹一脚溜了，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。精准
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好吧，留一下，抹除了皮城，留一下，一下一回来，哎，别拉你。闪现吧，这不行了，这。有耐心才是好猎人，否则就是死猎。我去下面吃口屎。有跳弹，可以。游戏声太大了，给你小点声。注意一下加速 W。 现在我没有大，他没有 A Q。 没事，回家来个450。吃了我一层塔皮，好痛啊！青钢人本来前期打鳄鱼就不好打，等到什么时候好打了呢？等三象出来就好打了。本来这也不是前期英雄，别着急。窍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。去中路赶开一波，看看能不能赶开到这个维克托。哎，可以死了，我有大的必死。大度 A 接拉起，能给穿死。那个挺光荣的。Killing spree。小兵打完怎么没掉血啊？1533，差500块钱，等个500块，先让他推一推。未来的世界将会更加多变。怎么的？瞅啥呀？瞅啊！这蓝枪越我们减速，扣一下，一过来 A 接拉起走。还是差点钱，我得去打个蛤蟆。先把他打了啊！
不灭吸血，拔波流减速，他应该有闪吧？他有闪没？没闪，那我们死不了，你得死，这没办法，我们不能再往上上了。刚才如果让鳄鱼一段一遇到我们，那就直接我们就死了。蓝枪没杀了，这也没招，但是阻止了一下他们打那个峡谷先锋，还可以啊，无敌了，三项了。卖队友，那不卖我死了，那不一块死了。这波他再追，他要死。直接一阶 W 减速他啊！注意一下，闪现 A 拉扯，大柱平 A。平 A 抽再抽，怎么会追不上呢？适者生存。谈判破裂的时候，我就有工作了。他好像有传送，是个爆破吧？这个爆破差不多了。你会合作的。这狗屎，他去中路去了，我们一会儿就找他去啊。这个劲儿大了，干哈呢？往前一啊，抽一下，打不能减速。哎！我喷了啊！我拉走！哎呦我操！跑这么快！我先来个铁板鞋吧。哎，不的，我先来提亚马特，这把得水银鞋。瞎当了600块，科技与我的关系比较复杂。为什么不下龙坑啊？因为鳄鱼有翼啊，他拿留着翼，留着翼贴墙啊，我下龙坑不一样死了？那还是死吗？你没看见鳄鱼留着翼呢吗？我不往前翼拉开距离，他肯定翼着我两段，我更跑不了。怪我了，我没给你讲明白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操了，我没给你讲明白，下回呀，我的操作我给你讲明白。我打的时候没跟你讲，你就没太懂。下回先告诉你原因，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小龙这波不去了，队友没有大，鳄鱼也没去，挺好。减速，抽一下，一下一过来拉起，怎么了？拉起 A 接打吧，妞收一下点烟，一一下一回来接拉起，大度平 A 呀，怎么没有盾出来呀？我操，不行，不能铁板鞋，还得水银鞋，对吧？没水银鞋不好打，我盾差一秒没出来。
上路不带了，上路给冰女带吧，这波我们去下路。去下路可以杀了 AD。给盾给盾，还好啊，莫甘娜到了，莫甘娜要没到，这边人有点多。 A 扣平雷抖位也拉开，再 A 再 A 打住 A 扣 W 一手接拉起大 A 第七次要一下一回来 A， 我怎么还能打住你？这鳄鱼的吸力好快呀，我的妈呀，三换三好台，这蓝天你能打过啊？要被玩死了，这还有我估计我们的峡谷先锋应该是没了。来，这就不用你了。问题解决，社会需要规范。一千二，差点钱。我都不知道你提什么东西。你好像仅仅只是一个 ADC 吧，太好了。哎呦，吓唬人呢，你干嘛太追呀？我没想到，我就搁这回城，你追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去中路看看那个维克托能不能办一办啊？哟，看看对面几个人啊，不好杀了。那边活了，小龙可以要，回家出装备。出个秒表吧，正好进场容易被秒，我们先来个秒表。冰女有传送吗？没传送怎么不来下路啊？这兵能要啊？野心需要适时的约束，只有懦夫没人逃跑，有人的话就有一个图标下去了。来来来来，阿拉把维克托杀了，注意一下 ，A 切大度 ，A 切拉起平 A 分650，贵呀、啊！别急啊，这波看看怎么打，别着急，别跟他一块上，先打 W， 这边的人有点多。吓唬吓唬他们就得了，这没必要上。
待自己的宿命。皮尔特瓦夫翁，这火蓝什么意思？你俩要杀我，费点劲吧，嗯？有眼儿，两个人杀我们肯定杀不了，但三个人可以。往哪走？闪现了。不行了，不能再杀了，这 ADC 100%杀不了了。哎，这回可以试试啊。我们都有底线，而我也许已经越不知道有没有眼儿，这对面我来捉，没打，打不了，他们不能打龙。龙他们肯定是不敢打的。后悔的苦果总比死亡的结局更容易接受。我可以再带一波。谎言不会闪躲真相。还好。搂一下不上了，其实这波不应该打，一下一上来 A 出大肚鳄鱼 A 接钉没钉出来，这给送没了吗？你这不应该打的，这打他干嘛呀？这波你是，我都没在，又不好打。我上他们家高地好了，我不知道这波队友要打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要打鳄鱼？那不打鳄鱼打谁呀？我呀，你想让我把他们五个都给杀了？你那冰女一个亿溢上去了，我们不跟了？不打鳄鱼打谁？不打前排打哪个？往后排拖送死。先打个石头人。过往的残酷尽量维克托自己杀了呀，假扮无辜只是浪费时间。现在去下路抓鳄鱼就是一个很傻逼的决定，傻逼才去抓的。把中路线推了，别飞，别飞，别飞，飞不到，飞不到，飞不到，距离不够啊！如果生活还没能改变你，那你已经失败了。等待会带来丰厚的奖励。先打人嘛。一打二了，
这维克托自己在这挺有意思啊。 A 地区掉线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那这什么意思啊？哎送，哎送，有意思啊。红有没有看一看啊？没有红，就单挑到蓝枪去。悔恨会磨平我们灵魂。左侧大度 A 点盐坑，点盐就拉起。蓝枪也送，这不送没了吗？对面的。看看多少钱啊？1100加2150等于多少？给个数字快！3250。好，那维克多自己抓我，我没太看懂。在这回头，救一下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不打了，这能打？漂亮，兄弟们，这可以打！你好，维克多，喜欢抓我，怎么就死？好像不飞了，一下一走，大度 A Q 叮，嗨呀！这一开始不打赢了吗？那么打着打着又没打赢了呢？早知道不打了。这蓝枪来了，直接就改变局势了吗？啊，这蓝枪。我还差点什么装备呢？死亡之舞可以来一个。可以追，我有意他死定了。我去，可以给他乐极，拉起街，爬爬溜，一下一回来，哎呦我操！救我维克多！哎，那你再秀，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，你知道吗？呀，这点盐怎么没？这啥呀？这点盐不是上了吗？没点死啊！这点盐，这点盐没点到，没有给他点死。我靠！冲击要掉了。这边要打大龙怎么办？解掉了啊，它有净化呀。大龙啊，哎，小龙啊，小龙，龙魂了，龙魂了，龙魂了，快快快快！这面我估计要开大龙了，他们也没事干过去，不开大龙你是他们干嘛？或者是对面不敢开，
麻烦的厉害，揍你呀！拉起，一下一回来，哎，先吃狗屎！这维克托挺装逼的，给我干他！一下一过来 ，A 出，因为麻烦的一闪现 A 出，打死他呀，兄弟呀，三个人打不死一个，打小龙，妈了个巴子的！2750，没有大了，刚才有大还能把他维克托杀。大龙啊，大龙啊，兄弟！这波可以去大龙，这是。13-7说玩不了，我18级，他跟我说我玩不了玩不了青钢影，清我的钢门会上扬。快点来呀，别去下路了，别去等人，赶紧集合，这怎么又回家了呀？没开就行，没事，那鳄鱼带线儿没啥用，他带不过我。喝杯茶的时间总是有的。因为永远打龙了，女士。哎呦，我冰女儿漂亮，冰女儿快守家，剩个 ADC， 剩个 APC， 两个人守家应该问题不大吧。冰女儿换人了，少人那没办法，那这两个人回家了，那你知道吗？别死啊，别死，别死，死了基地没了啊！两分钟我们守还是可以守的，别死，死了基地就爆炸了。出魔抗吧，我没装备出魔抗，你说我换啥？没东西换呢，我这装备齐了，其实。这边卡莎三件装备，手上的任务是唯一的，等待会带来丰厚的奖赏。鞋没法换，鞋是换不了的，这青钢影鞋怎么换？本身跑的就慢，还换鞋呀？而且我们得要这个韧性的呀。我先带带线儿啊，鳄鱼可以跟他打，其实他不太好使。Thank you.
度啊。哎呀我操，这队友打不过。他们守不住，那守不住那就没办法了，那守塔都守不住，那你这还怎么办呀？